啱啱着个灯啫嘛 ，OK 啊嘛，一切如常啊，啊，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今日阴暗，我琴日啲阴暗系咪？唔系阴暗，即系佢冇太阳啫。喺我嚟讲就，其实系更适宜吓。琴日懒喎，冇跑步，因为做开啲碌屎啊，啲做咩碌屎咧？啲中国历史嘅碌屎，我好怪噶，我有时又会。突然间失惊无神，心血来潮啊！我揾啲资料做个 file， 咁啊 keep 起佢，咁啊有时用呢个软件自己听咩资料啊？中国历史一百集，中国通史啊！咁我琴日突然间睇紧 YouTube， 突然间谂啊，哇，会唔会有啲个即系嗰啲字几好噶嘛？睇个片一个钟头一集，咁我睇咗几廿集噶啦，咁但系咧就会唔会有 text 嘅咧文字版咧系咪先？心血来潮，我一上网查，竟然系有个网站系有嘅吓、啊，咁啊，所以我做功课咁啦，就 copy and paste 将啲内容啊，咁因为睇过个剧集，嗱、啊，你知啲剧集历史剧集几好嘅，有时系、哎、中国虽然系中国做，咁啊又有世界嘅，到时得闲再研究下啦、啊、世界历史咁啊，增加自己意识嘅，因为学习方式其实多样，唔系一定喺学校啊，系咪？老咗唔系唔学嘢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好多知识呢书到用时方眼少啊，尤其做 YouTube 之后天时地利啊国际政治法律经济乜柒都噏得到啊军事都要识，就係、是、唔需要系专家但係要识。咁你会比专家某啲情况之下更有效。比如讲医学啊，咁我系常识嚟嘅啫。係咪我唔系专家，我唔系叫大家唔信专家喎。尽信专家不如冇专家咁解。好。开工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已经系2月4日啦，咁啊，都系咁啫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新闻咧，国际咧就是、大新闻嘅，其实系，所以应该系同大家分享国际新闻先。咁啊，因为阿插盘头先讲咗啦，即系第二个话题就系、是、七一唔嚟噶啦，我。即系唔肯定到啦，咁呢度讲几句啦，系咁反而不如我哋今日就将个重点放喺即系国际政治啦。咁啊，而且同我哋都间接有关嘅。我成日觉得即系点解摆个李家超喺度做特首，再可能叫埋啊嗰个咁嘅邓炳强咯，军政府咁嘅款做 C.S. 或者副 C.S. 啦。我琴日分析觉得佢系做副嘅多嘅。即係平掉咗佢蓋，咁咪要安排佢，唔係用完就抌噶，陰公叫佢翻去退休咁。啊，佢盡咗好多力噶喎，係咪？最衰嗰啲嘢其實佢做噶，阿小超就嚇側側膊做你知。所以共產黨諗落佢倫理係咁，所以突然間傳佢做 C.S. 咧，就我諗都係啲人玩佢啫。其實係副 C.S. 咁啦，嚇咁啊有待證實係咪啦嚇。啲證明即係呢啲開呢啲位就好似大陸嗰啲咁樣係因人而開嘅，開個架構啊，嘥錢唔緊要錢，咁啊始終錢係唔係仲最重要嘅嚇？不過咁多窮人眼光光睇你班廢物做契弟咁就，哦加肥屋潤啦係嘛，肚滿腸肥啦咁啊興咁解啫。好講翻國際消息先，咁咧其實阿拜登琴日咧就同岸田文雄咧就一路講嘢咧。都已經咧嚇，即係好唔啱聽噶啦，係、啊、即係峰會咁啊！哇，中國成日逼台灣啊嚇、啊，威脅行為啊咁樣，咁佢話我哋咧嚇，如果我啊即係犯台咧，我哋作會和壞佢，咁啊岸田文雄就強烈反對嚇、啊，好似大陸嗰啲俗語咁啊，強烈反對武力改變台海同南海。南海都关你事喎，日本仔讲下讲下，唔单止钓鱼台喎。南海你睇下地图，关台湾咩事啊？中间咩即系关日本啊？日本完咗，仲隔咗个台湾先到南海。如果南海关你事，咁啊南海关唔关韩国事啊？系咪？下边嗰啲全部关事，菲律宾、印尼、澳洲，因为南海喺佢哋上边啊嘛，系咪？越南嗰啲冚唪唥关事，有拗噶嘛，系我定系你噶嘛？系菲律宾叫嗰度东菲律宾海噶嘛？咁问题即系而家老共啊霸咗，摆咗好多嘢喺度啦，咁啊唔妥啦。咁啊日本仔出埋声啦，岸田文雄系
现状，咁啊，当然系吓，咁咧，于是乎，即系呢啲系标准说话啦，即系我哋会喺即系应对中国议题嗰度咧，就即系一齐合作啦，咁样。之后记者招待会咧，记者问一句，佢问嘅时候，我细心啲睇唔同嘅报道啦，我都叫做即系我好有兴趣知佢咩态度，系咁佢个即系嗰个佢系比对乌克兰战争。咁美國其實係介入咗噶，幫咗佢噶嘛。咁其實就你頭先就話捍衞噶嘛，用咗捍衞 defence 嘅字眼，係咪應該 defence 啊？冇睇英文 defence 噶嘛。咁你嘅意思，如果台海出現問題，台灣出現佢攻大陸、攻打台灣，好明顯噶，你會唔會保護佢咧？咁樣會嚇、啊、會啊咁樣嚇、啊，即係英文啦、啊，當然。Will you 咁佢啊？是因为呢啲我哋嘅 commitment， 我哋承诺咗嘅嘢，啊咁啊好清楚啊，咁佢已经唔系第一次啊，第三次，第三次炸炸弟弟啊扮懵咧，就讲咗呢啲，咁啊好多人以为佢系老人痴呆失误啊，你失误唔会失误三次啊，仲得了嘅？当然你睇佢飞咁远去到亚洲周围行，又讲咁多嘢，开咁多会，绝对唔似系啊，可能冇啊 Trump 咁精灵生猛，但系呢个伯绝对唔系懵嘅伯嚟噶嘛。鬼死咁精，阴阴湿湿咁噶嘛？咁咧，佢系故意讲嘅呢啲口误系故意口误。咁咧，亦都俾咗好强嘅信息中共啦，你咪捻喐啊咁样。嗱，我嘅结论咧，反而我唔觉得佢真系警告紧中共，因为心中有数。佢早前摆咗三只航母喺周边咧，同埋你而家睇乌克兰嗰度打成嗰个鬼样咧，我哋首先有个简单嘅对比先，中共啲武器咧。而家最好嗰啲啊，飛機啊，五千幾架飛機係嘛，差唔多有大半咧，個引擎啊，佢自己做到嘅喎，嗰啲叫魔線十喎，佢叫做係嘛，冇錯，魔線十，但係佢引擎係買俄羅斯嘅，咁即係你知啦，佢其實拆得落嚟嘅，咁啊因為咧蘇聯嗰啲飛機已經巴閉啦，仲到兩千小時啊咁樣就要拆㗎啦，成個抌咗佢，咁但係中共自己做嗰啲咧就幾百小時、一千小時咁啊頂多，咁你好麻煩㗎嘛。咁但係都做㗎啦，但係做唔到人哋嘅質素嘛，即係其實 copy 過嚟㗎啦，但係人哋唔教你嗰啲嘢技術啦，嗰啲軍工嘅技術呢，同埋焊死咗好多人。喂，你如果話夠鐘啦，兩千小時你就買我個新英展換佢上去囉，係咪先啊，你自己唔好做啦咁樣。咁啊你喺俄羅斯立場梗係你買好啦，咁喺中國立場咁啊梗係山寨咗過嚟自己搞掂好啦，但係未搞得掂。咁啊重要嘅零件部件仲系要同俄罗斯买，咁而家俄罗斯就唔冇得卖俾你咧，嚟依阵冇得卖，二嚟咧佢都唔掂，打输咗啦。咁如果你话而家老共啊开战打台湾，咁佢最叻就系搵啲飞机飞下飞下飞下绕台下边啊南面啊咁样飞过嚟，过去做嘅嘢就系咁啦。美国知唔知咧？美国梗系知啦，即系嗰啲人造卫星啊 P8A 啊嗰啲。嗰啲預警機啊，日日喺度掃描佢個海邊，咁仲有一個月就總有起碼一次常規咗，就揾個神盾艦穿過台海啊，台灣海峽，仲有啲可以升級嘅，俾個航母通過。咁啊，而家就大敏感得滯啦，航母。但係咧，唔係佢唔係驚敏感，驚你真係打佢嘅時候咧，啲航母會打爛，太近岸啊嘛，你知嗰度最近嘅地方七廿里遠，所以即係太挑人啊，亦都太冒險。佢唔捨得打人就航母噶嘛，咁咧，所以咧，佢唔會派航母，但係神盾艦你打殘咗，打爛一隻你大鑊啊！你大劑啊！但係佢唔會影響好大嘛，所以佢係而且叫埋其他你自己一直噶，咁啊即係唔承認台海嗰度你嘅內海啦，我通過唔使通知你啦，咁樣咁啊都係咁啦，咁啊老共不嬲忍嘅，係老共係忍，但係啲小紅粉唔忍啊嘛，所以鬼殺唔嘈啦，打柒佢打柒佢咁啊，咁再講話打柒人。唔打齐人都冇晒意思噶咯，啊啲小红粉都谢晒咯。喂，你讲好多次啦，直情飞过啦，飞过越境过啦。嗱，我话你听，如果你一进入佢嘅警戒区，你过咗中线佢已经警戒啦，跟住再飞近咧，你个势一定会飞入佢十二范围，你范围咧就一定打你咯，而且系一定打到。你有 S-300、400，佢有外国者，即系防御导弹，啲防御导弹一定打到。依家嘅戰機派架1200過嚟都冇用，飛到埋嚟依然知。
咁啊呢样嘢老共心中有数，系搏你唔打佢，咁真系打唔掂。所以咧，始终咧，我哋等啦，系咪先？等你系咪有军事行动啦？但系呢个 moment 啊，我讲呢个 moment 系咩 moment 咧？第一，俄嗰度打紧啦，全世界都见到美国佬赢晒啦，美国佬武器赢晒，佢介入系用武器介入，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介入，但系咧 defend 台湾咧，即系个意思咧，人哋俄乌嗰度咧。咁如果佢一直以嚟嘅承諾咧，七項保證咧，或者佢官方講法咧，佢保證台灣有足夠嘅防禦能力，美國係保證公開講。但係你話出兵咧，佢從來都含糊嘅。但係琴呢三次，第三次咧非常清楚啦。咁啊，國務院唔係白宮即刻從佢出嚟同佢兜啦。你留意呢啲基本嘢，係因為其他好多資料介紹，我唔重複啦。即係咧。白宮即刻出嚟兜嘅，哎，我哋冇改變一個中國嘅政策 policy， 哎，咁大家亦都知啦，應該我都提過啦，上個禮拜先講完啫嘛，突然間喺網頁嗰度 delete 咗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啦，啊，承認一個中國啊嘅，同埋蘇利文，哎，國安嗰個啫，國家安全嗰個顧問啫，蘇利文做嗰陣先啱啱過幾日前，話中共一直曲解我哋一個中國嘅政策。我哋係 policy， 係話到我哋好似承認佢原則咁。咁啊，當然啦，當時嘅文本咧，中文咧就叫做原則。咁咧，你又話老共唔啱都唔啱啊。咁英文你叫做 policy。咁咁大嘅漏洞，好多年嚟好多人都睇到噶啦。咁但係各有各執，各執一詞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美國人嚟講，佢我嘅文本係 policy， 咁我自承嘅 policy。你中國人文本係原則，咁你咪叫原則咯，唔關我事噶，我自承嘅 policy。佢同埋承，佢係。知識 recognize 認知啊，而家比較譯好嘅譯名叫認識並知道中國有主權 claim 啊台灣，我知道呢樣嘢，但我冇話到我同意啊，我知道甚至我尊重呢樣嘢，唔等於我同意，係咪？當然啦，你唔講咪即係同意咁，中英聯合聲明一樣。好啦，咁啊聲大哥話事，咁啊國台版咧。嗱，你又留意啊？佢而家只系揾朱鳳蓮，國台版呢個朱鳳蓮，5月23日即星期一咯嚇。記者問會嘅時候順便啫，人哋唔問佢都唔講啊嚇，唔講。世界上仲有中國、台灣、中國部派啊，呢啲都講到沉曬噶啦嚇。啊，唔好玩火啊，玩火必然自焚啦，係。唉，打台灣牌啊，以台制華啊，等等。啊！發放錯誤信息俾民進黨啊！啊，進行台獨啊！咁啊，正告民進黨當局啊，點解唔正告美國咧？立即停止分裂國家嘅行徑啊！立即停止以美謀獨嘅立場，否則保護有好下場。咁你而家問人哋又問你，阿拜登人哋美國總統講一句咁嘅，你走去警告台灣係咪？民進黨政府，民進黨政府梗係歡迎啦，唔使講。佢唔通話唔歡迎係咪？人哋出聲話撐你，你唔歡迎，恨得不得啦！咁當然啦，唔同嘅，你知啦，第一次口誤，第二次口誤，第三次唔會口誤，同埋佢同阿岸田文雄係嘅記招，即係佢哋喺度開會啊，竟然係叫曬啲記者喺度聽喎，跟住佢哋先即係正式企喺度記招啊，然後記者係聽曬，咁咧佢裏邊亦都講過，即係包括岸田文雄啦，就話唔係我哋要保衞台灣啊咁樣，係一定係唔可以容許佢係。岸田文雄表示，美日双方强烈反对以武力改变东海、南海，东海、南海都唔系你势嘅范围嘅喎。现状嘅企图，两国再在应对中国议题，包括人权，系紧密合作。系谈过台湾问题，两人重申，即系佢哋对话嘅时候，台海和平稳定嘅重要。拜登指美国承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，唔代表认同中国对台湾有管辖权。有 jurisdiction， 英文應該係，哇！咁呢個好緊要，當然啦，我哋知道你有呢個聲稱啦，不過我哋唔同你有權管嘅，我唔係話你冇主權，我知道你 claim 有主權，我又唔話你呢樣嘢啱定啦，但係你冇權管佢咁，咁即係冇咯，唉，即係冇主權咯，玩曬呢啲文字遊戲啦，咁我哋叫佢知啊，外交係用呢啲文字遊戲，咁結果。我又冇讲过啊，咁样啊，你又讲过，我冇讲过，冇讲过，系中央联嘅声明都系咁啦，系咪？咁一样嘅咋，其实佢系有冇清清楚楚讲过俾民主咧？联合声明佢都冇讲到，
唉、哎、冇降過，不過俾咗一個錯覺你。咁香港人一直二拉啊呢個錯覺，就搞呢個民主回歸，好高興，繼續爭取民主。咁一直都禮貌對待你啲咁嘅合理嘅訴求啊，係、哎、偉大嘅訴求啊，突然間唔合理嘅，即係突然間唔高興咧，就拉人封艇兼運曬啲人告啊咁樣係咪？和平示威都冚唪唥擠幾年啦咁。啊，包括我在內，我承認，估唔到啊，係估唔到。即係我估你自己既然講咗咁多嘢吸引香港人搞民主，竟然你唔鍾意到你反台到你慢慢反中台慢慢反呢知你反。突然間反拉夠晒啲人。而家係咁咁唔得喎，我覺得咁唔妥喎，唔啱數喎，所以我梗係企喺被反嗰張台嗰度啦。一定係企喺雞蛋高牆，一定企喺雞蛋呢邊。係啊，講完咗。好啦，記者會上咁記者問，既然唔願意介入俄烏戰爭，嗱佢又對比呢樣嘢，咁又會唔會出兵捍衞台灣咧？嗱，我估記者直情問佢 military force 嘅 intervention 啊，即係直情係軍事上出兵，係唔係話陸軍？你都起碼點廿嗰啲食，即係你幾個鐘頭到啦嘛，核子潛艇啊，嗰啲機飛機啊、戰艦啊駛過嚟，係咪航空母艦、空軍？咁啊，足以令到佢唔使死好多人嘅，不過都係矜貴嘅。但係美國佬嚟講啊，如果睇完而家啲俄烏戰爭啊，你諗下軍事上實力，中共係大過俄羅斯啦。依家唔係就算未大過，但係佢不斷擴張，俄羅斯係萎縮緊、打緊、消耗緊。但係佢嗰個質素係人哋嘅九成嘅啫，八成到九成啫，九成啦，當你係可能你嗰啲飛彈準過佢唔奇。啊，新過佢，總之當你九成啦，但係最多當你一樣啊，咁你都打七個皮啦，輸夠對住美國啲武器啊，所以咧，美國佬而家係輕飄飄嘅，佢睇死你呢個 moment 咧，你唔敢輕啟戰端，係咪咁講啊？所以睇死你嘅，仲有一樣，既然睇死你，咁佢其實都冇講過啊，亦都睇死你，連去撐呢個俄羅斯都唔敢。嗱，啲紅粉好失望，我覺得都係戰略上咧，習近平真係冇乜膽。如果你唔想自己打仗咧，而家最好嘅做法就係、是、撐俄羅斯打。我啲武器你用住先啦，係咪？啊，咩？因為軍隊人任俾你啊，但係武器你要啊，咁樣，因為你全國動員100萬軍隊，咁你就要好多武器啊，係咪先？咁我啲粗嘢都用得㗎，係咪？多得很啊，佢啲粗嘢。啊，據講嗰啲手榴彈咧，億幾個做咗，已經不合時事，但係佢仲喺度，嗰啲未抌得。嗰啲爛鬼反彈得炮嗰啲，即係冷戰時代做定嗰啲唔用得㗎啦，依家用得㗎，但係你人多咪得咯，咁你咪用人命去換戰爭咯，係咪先？如果而家你睇烏克蘭咁，佢死一兩千啫喎，打咁耐幾個月喎，啊俄羅斯死萬幾啊咁，啊萬幾兩萬人啊，因為佢打得渣喎，烏克蘭嗰啲真係美軍咁矜貴喎，打得美軍如果你話死幾千人佢嘅仗佢咁打，咁佢喺阿富汗啊，依家佢都長年慢慢死啦，幾千人，所以佢唔係話好驚，真係打仗，係喺佢嚟講又係一個數字。咁我哋個角度，戰爭梗係唔好啦。我不嬲，你兵都係人命嚟噶嘛，咁樣無啦啦炸死咗，係咪？咁啊，尤其是呢啲強弱懸殊，真係唔係好公道嘅。咁但係咁啦，現實就咁殘酷啦。咁人哋贏你啊嘛，嗱，係講遠咗少少，即係話俾你聽咧，其實。美國係睇死老共呢陣係冇能力打台灣，亦都唔敢，亦都冇嗰個能力。但係成日挑釁佢，佢只係驚你打核戰啫，係咪？但係佢挑釁佢，佢唔係真係想打嘅喎。你咪試下咯咁樣。最蠱惑咧，其實就引佢咧，即係我講嗰樣打金門馬祖或者係東沙嗰啲島，甚至攞釣魚台夠嘅咯。你講習近平點解夠呢增加連任啊嘛！呢幾日好似好得意喎，你知唔知啊？有個新聞，我覺得係 Intiki 好緊要嘅，就係由阿胡啊國務院總理係李克強發賀電俾澳洲換咗個總理啊嘛！嗱，總理對總理表面就好似對等啊，澳洲嗰個唔係總理嚟噶嘛，嗰、那個係國家元首嚟噶嘛，即係其實佢係真正嘅領導人啦，佢唔係虛位元首。咁如果你話，中國實質上權力上的領導人、話事人、啊、
國務院總理咧就等於一個 senior minister 咁上下啫，即係佢係統籌國務院工作啫。咁中國唔係淨係國務院啊，統籌全局咧係總統嘅職責，總統咧就係國家主席嘅職責。所以中國嘅領導人咧，尤其是一直以嚟啊，呢幾年以嚟，習近平立曬個威噶嘛，竟然交俾由李克強去捉害人，咁佢咪擺足個款，我係領導人嘅款。咁呢個大家繼續留意啊，因為國內呢個變化都好緊要。咁而家，我相信唔知真定假，系咪換李克強？但系就算未住，仲有得鬥。咁喺呢個咁敏感嘅時刻，拜登咪整你一劑咯，一嘢懟落你嗰度咯，打啦咁樣。你冇用啊，唔打就唔打契弟嗱，呢啲就啦，唔打契弟啊！我已經講到明啊，咁樣你成日講話一定要打噶嘛，咁而家打俾我睇下。咁睇起你唔敢，即係你都冇能力大打，你大打一場，下次21屆全會都未準備好啦，五年都準備唔到啦。但係你話攞啲小單位，你一夜去得㗎喎，你幾百人就上去東沙，你幾百人就上去最少嗰個島叫東印島，1000人咁你就海軍陸戰隊嗰度得100-200艘軍，金門馬祖都打到啦，調100,000人，唔係唔好100,000咧，300,000-20,000人，你突然間上岸咧。即係都金門啊難啲，馬祖容易細啊嘛。咁你佢唔通過嚟打你又唔敢噶嘛？係咪？即係你調動10,000+人咧，可以無聲無息噶嘛？係咪？即係啲人哋睇你唔到啊，嗰啲衛星啊咁。但係佢都唔會，係唔會。個道理亦都好簡單。我都分析啦，即係軍事上你係贏到嘅，但係你睇埋最近蛇島之戰烏克蘭嗰度，你就明啦，你就明點解啦？因為蛇島咧。理工上高得幾十個守軍，咁啊噏完粗口之後就唔知死咗定冇死到啦，上岸咁就叫佔領咗個蛇島啦，俄羅斯佔領咗蛇島，烏克蘭嘅蛇島，烏克蘭咧唯一嘅外島嚟啦嘛，喺嗰個戰略上係重要嘅，咁咧因為嗰度擺咗武器啊，直接 cover 烏克蘭個國境噶嘛，係咪？咁你霸咗咪好似好巴閉咯，呢個要塞嚟啊嘛，但係因為你霸咗咧個島又細啊，你知啦。球场两个球场咁大嘅，咁咧你系要补给喎，有人员喎，当你100-200人啦，咁你不停要有船埋去补给喎，佢就专打嗰啲船，专打嗰啲船，咁你好惨噶嘛，啊战舰埋去，如果你护卫舰又打烂你，直升机就实打烂佢，实打低佢，咁佢变咗咧，嗱呢啲就易攻难守啦，你上嚟攞翻你又话都冇咁易，佢系希望你上嚟喎，咁佢又夺翻。嗱啲小島就係咁啦，從冚唪唥都係南海，甚至乎你太平島咁，美軍去奪佢嗰個咩鼠蹟礁啊嗰啲得唔得咧？係好易，但係奪咗之後佢翻嚟攞你咧又係好易喎，咁你咪拖住打唔完咯。嗱，如果佢而家快手快腳立咗嘅馬祖或者東引嗰啲小島啊，都係台灣，仲有冇其他咧？好似都仲有啲啊，東沙嗰啲咩地方，咁佢係得幾100-200艘軍嘅啫嘛。你大軍一嚟到，砰砰砰打輪炮，跟住就投降啦，應該投降啦，無謂死頂。咁好啦，上嚟啦，佔咗啦。跟住第二日，你話100,000大軍就冇啫，組織3,000-4,000海軍陸戰隊，台灣有能力啊，美國幫佢啊，日本就幫佢啦，諸如此類啊。咁翻嚟攞喎，咁你點啊？咁就打起上嚟咯。係後邊呢橛咧，老共唔敢。如果你話喂，係打個小島啫咁。佢最叻咧就打，然后收，即刻走，同打印度一样，啊，唔系唔能够打到身得你，再打落去可能自己出事喎，系咪咁解？打越南都系啦，我谂就系咁。咁而家如果习近平系有勇气咧，有勇气咧，应该做呢样嘢，系咪打齐佢，攞翻一忽？但系你等于启动咗个战争嘅啫，后边你又唔知点嘅咯。咁啊，里边嗰啲人俾唔俾佢咁做咧？咁而家在我哋唔知噶嘛，因为中国里边嗰啲权力斗争究竟边个赢都真系唔知嘛。但系而家在咧，美国佬系试紧佢，所以你话美国佬，我同大多数人分析唔同，系咪净系撑台湾咁简单咧？唔系，而家系查好似沙煲，同埋咧羞辱习近平，有心嘅介入佢嗰个选举20大，佢能否续连任再任咧？吓，睇唔知啊，但系而家就系玩你啦。嗱，呢样嘢打击佢个威望好紧要，因为恶咗啲战狼，恶咗咁多年，屁都冇过放，系咪？咁啊，大陆啲红粉就话喂，
温緩俄羅斯啦，咁你其實係最安全都同佢咁做，咁你敢唔敢又做唔到？咁你就藏翻劫春袋咁嘅款噶啦，你習近平乜都做唔到，淨係打嘴炮，仲要揾個國務國台版嘅發言人記者例行記者會上嗰個屌鳩你啫，聲都唔敢聲，冇動作，費事真係打起上嚟嘛。好啦。咁啊，即係代表咩啦？美國佬就睇穿咗你，所以所有嘢都係一串埋嘅一個佈局嚟嘅。拜登係主持其事，佢嘅目的翻返嚟，你以為真係捍衞台灣啊？第一佢睇死你呢個時候唔會打啦，軍事上不可能啦。咁佢做乜嘢咧？屎忽痕咩？佢本來係而家搞緊一個叫做 IPEF 印太經濟框架呢個東西噶嘛，呢輪搞緊噶嘛。咁啊，十三個國家嘛，啊，咁啊，其實值得講嘅。咁但係咧，你知啦，搞緊呢啲嘢，跟住咧有個四方會談啊。呢個拜登最中意開會，周圍開，開幾廿次會。但係咧，佢嘅風格，實質嘢係冇嘅。咁你話，誒呢度有開會多嘅啫，打起上嚟唔會打嘅咁。但係你又唔敢估佢會唔會啊嘛？最慘係呢樣啊嘛。佢亦都睇，最緊要佢亦都知你唔敢冒險啊嘛。睇穿咗習近平啦，而家順手踩佢。侮辱佢，打击佢个连任机会。你话佢冇介入，咁都系一种介入。嗱，我讲咗好耐咧，超限战啊嘛，系先？中共都知噶，你吹唔涨咁啫嘛。而家唔系同你打热战，又唔系冷战，都唔系呢个超限战。适当时候都系面对老共，都系面对同一个共产党。不过轻轻赢少少就换咗习近平俾我啦，咁好睇啲。咁你又好，我又好。嗱，呢啲嘢。政治我想埋呢樣嘢，你哋都中意啊嘛，你哋嗰班有錢人唔中意習近平啊嘛，李克強又想取其代之嘛，幫你製造客觀條件。而家我盡量挑釁佢，佢唔敢出聲啦，唔敢行動啦，啊，冇撚用嘅呢個領導人，咁啊連啲小紅粉開始唔妥啦，鬼屌咁聲，咁啊即係挫折緊佢嘅勢，習近平嘅勢。嗱，呢樣啲好高手嘅，呢度高手，所以你哋睇咧，以為係咪啊？嚇，台海戰爭係咁，你話佢真係咪介入？係咪真係介入咧？佢知道冇仗打，佢咪話我介入啊，我打柒你咁。啊，調翻轉你話佢係咪阻嚇人哋咧？咁樣你可以話佢係阻嚇，但係我話唔係，個目的主要唔係呢樣嘢，主要目的係用呢個機會去羞辱習近平，影響佢嘅連任機會。而你睇呢陣咧，反習嘅勢力係敲緊鑼鼓啊，嚇鑼鼓響緊。等李克強準備接位咁嘅樣，起碼有啲咁嘅聲勢喺外邊。咁你習近平已經頭都大曬啦，係咪？咁入行不得，坐又不得，行又不得，呢啲係死地咁啊！入咗死地，呢進又唔係，退又唔係。佢依家係咁，咁啊踩多佢一腳。拜登好陰濕啊，做得阿伯咧就係諗嘢係咁複雜，大家要明白。好啦，你話喂屌你老咩你咩咩？佢好撐台灣，呢樣講台灣佬不嬲都過到掂曬。你睇下幾樣嘢就知噶啦。呢、這個印太框架冇台灣份，你美國佬炒噶嘛，炒作噶嘛。當然佢好想炒得成啦。嗱，呢個框架有十三個國家，其實就對住個 TPP 咁嗰堆咁嘢啦。因為佢自己退出咗嘅，幾年前啊，阿 Trump 退出咗，咁啊關係唔好啦。咁佢而家用經濟啊咁樣搞一個協議。呢、這個協議係供應嗰個供應鏈嘅安全問題啦，數位貨幣貿易嘅問題啦，反貪腐啦，呢啲多餘啦，潔淨能源啦，好啦，呢四個範圍裏面咧，呢啲國家簽咗咧就各自即係喺四個範圍裏面再搞一個長嘅協議，幾時搞完呢？兩年後啦。而家咧就係話，好整呢樣嘢啦，咁樣有排都未搞到啊！呢四個呢十三個國家就頂住中國嗰個區域。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，咁啊五月先搞出嚟嘅，係十五個國家簽，佢呢度係十三個國家，爭咗兩個唔知邊兩個，係咪北韓啊同佢啊，就係唔要中國啦。咁啊呢個咧就美國啦、印度啦、日本、韓國、紐西蘭、澳洲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泰國、越南、汶萊、馬來西亞、印尼，十三個國家。本來咧就台灣好希望入嘅，咁啊冇。咁都唔少，你搞喎，即係證明你撐佢都係小小心心睇住睇住啦。咁當然呢個 IPEF 咧，就係其他國家可以唔係好想得罪咁啦，咁啊搞唔成咧整。咁世衞又幫佢入嘅，國會議員通過咗，結果又係提案都冇喎。
美國佬講完就算了，呢啲嘢唔重要啊嘛，俾下面你，等你有呢威啊。重要嘅地方係咪真係打佢咧？捍衛佢咧？你估下啦。其實而家真係，我覺得佢咧軍事上絕對夠膽，因為佢有把握啊嘛。嬲你打一打，打一場呢個有限度嘅戰爭，係咪？仲有就係我擁埋韓國、日本、澳洲都埋嚟幫下手，嚇。咁啊，仲有個新加坡都有啲 F-35派幾架過嚟玩啊，咁諸如此類啊。咁啊唔使啦，就係唔使啦，即刻俾情報台灣，台灣嗰隊軍隊強過烏克蘭好多啊。其實係，仲有佢啲武器現成喺度嘅，跟住係咁俾武器佢，驚佢唔打咁。咁你老共咁唔敢？我都話咯，好客觀嘅呢樣嘢，我唔係紅粉，亦都唔係即係啊戰爭，我覺得冇需要，唔係即係唔係必然要嘅咧時代，係亦都冇意思。你贏先有意思啊嘛，咁你反正贏唔到，你講咁多做咩啫？誒唔實際就係講得太多，而你做唔到啊嘛。而家人哋就喺你最重要想連任嘅時候，你打嘴炮咗咁耐，而家就話俾你，你一直都係嘴炮嚟嘅，你個領導人，你掉佢落嚟啦。其實拜登就做緊呢樣嘢。明唔明啊？其实呢个才是重要的理由。好啦，咁啊，讲完啦，好嘛？第一个话题啊，差唔多啦。咁我觉得咁样嘅分析系人哋冇嘅，啊，人哋冇嘅咁样。咁台湾佬唔使太高兴，但系亦都唔使惊，唔使惊，未有耐打得成。因为嗱，真系睇死佢唔敢打。所以成日講話自己話軍事強啊，仲話美國嗰啲淨係軍事強啊，我哋中國嗰啲五千年嗰啲算至兵法啦，啲謀略緊要。你發覺美國佬謀略都好細，你如果一明佢家唔係假緊，即係真係攞緊你打，亦都唔係真係支持台灣搞獨立，未係時候。不過依家可能搞咁多嘢就係為咗要玩鳩你，因為你選緊佢，哈哈，係啊，就係咁啦。原來咁小事就係咁小事。好，咁啊。讲第二个话题啦，正正经经讲第二个话题啦，就拆婆咧，就咧唔清唔楚咁啦，唉，咁今日系几多人咧？今日系唔系即系琴日有几多个人染疫咧？琴日咧就系、是、你见咧系190，跌低过200啦，咁一切都向好喎，咁但系月尾系咪要？昨天說看起來好像有些 不是幾老禮，是吧？復診者未滿6個月不用額外打針，即是說原來是指病了，因為還有一個禮拜而已，病過那6個月內都不用，那不用額外打針，如果當時只是打了一針或者兩針，不用打第三針。但是呢以打一針，是打了一針而6個月內未夠呢，那就要接種，是打一針後夠咗6個月就要接種，未夠咧就唔使。哦，係咁啫。咁啊，今日嗰個記招咧，咁啊主要講兩件事啦。第一就係咧，疫情4月中啊下降啦，市民啊唔使太重視幾多宗嘅190啫，因為數字唔重要啊，唔影響政府，因為數字唔影響政府應對能力。屌鳩你啦！屌你老尾三月嗰陣。爆萬幾宗，咪周街間間醫院都堆曬啲死屍喺度，你唔影響你嘅應對能力。幾個人你梗係巴閉啦，幾十個你應付到，幾百個都仲係勉強，再多啲就冚家產噶啦。係咁啊，疫苗接種嘅情況已改善就唔關疫苗接種事噶，係咪？係群體免疫啊！啊，又將呢樣嘢拖落疫苗嗰度，因為呢個嘅唯一功績就係搞疫苗通行證，而成個防疫係失敗嘅，徹底失敗。佢啊，邵氏啊，嗰幾隻嘛，啊，聂德权呢班咁嘅契弟咧，啊，呢班咁衰人咧，好啦，咁啊，庆回归嘅时候咧，咁咧，继续讲个任内，即系仲有一个月啦，唔会放宽外防输入措施，包括啲咩熔断机制唔会取消，抵港前接种疫苗、机场检测啊，八，继续，佢亦都冇取消疫苗通行证嘅硬指标。冇硬，我理得你硬定软啦，你取消咗佢啦，系咪先？因为啊，孔繁毅啊嗰啲就讲到好似系就快取消啊咁噶嘛，系即系可以系复常啦，连住佢都话复常啊嘛，即系天热夏天可以复常啦，啊唔使咩紧张啦，咁最紧要打针啫，总之嚟去临尾都用噶，咁但系已经系有一半人
唔夠三針噶啦嘛，一半人啊唔入得食肆噶啦嘛，咁呢個事實嚟喎。如果我睇個，如果個民意咧啊冇變咧，咁啊包括琴日啊孔凡毅都講到好清楚啊嘛，我都介紹過啦，冚唪唥客觀噶呢啲啊。孔凡毅講係打到第三針、第四針個效力越嚟越低啊嘛，咁啊唔需要打啦嘛，啊價值唔大啊嘛，講埋呢啲嘢啦，孔凡毅都講埋啦。咁只係講嚟講係八十歲以上都老嘢，得兩成人打咗第三針咋，即係兩成人有所謂你講嘅免疫能力啊、保護能力啊。咁咧即係八成老嘢，八十歲以上隨時一中就瓜啦咁樣。但係人哋唔肯打喎，唔肯打啊，仲係只係八十歲以上啫。咁啊，其餘咧就一半啦。我諗原來我哋都唔少人嘅喎，大家要俾啲掌聲自己啊，堅持得咁開心嘅就。是冇非法啫，冇所谓啊！一月尾飞嘅，我 check 过嘅。嗱，林郑子唔放宽啦，咁跟住点咧？哦，下任咧仲有五个礼拜啫，自己领导抗疫两年半，踏入倒数阶段，必须重新每个政策，啊要确保二可八八，即系唔改啦，系。咁啊，觉得自己好成功啦，啊，一切向好，哈哈啊！大家肯忍受，而階段放寬措施嘅得到嘅回饋一切又好。而家有啲餐廳重新營業啊，掂落封榜咯啊。咁咧，但係強調七月一號事我唔能夠決定啊。所有咧，如果即使係進一步容納放寬鬆綁咧，你唔放寬疫苗咧，你放寬鬆綁都冇，唔係好用嘅啫。係，咁我哋繼續堅持啦。系咪？我都真系好惯。琴日去望啊，大快活六点到十台，嗰度成百人噶。我嗰个场啊，我去嗰间好大嘅，成百人嘅大快活，竟然得十台。我记得以前真系搵米都有啲困难，因为唔系搵咩困难，一百人咁你分咗五十台定四十台到嘅啫嘛。有啲咩见到有人坐唔想坐落去噶啦，即系卅台到嘅，即系台啊变咗卅台到，可以坐百人。四十台到啦，即系分开嘅。咁我唔中意同人搭台噶嘛，咁所以冇我就都唔会帮衬嘅。而家唔系啦，而家惯咗系听日喂翻屋企我自己啊，对住喺度播呢、這个吓、啊、首播咁就喺度食嘢，咁都几开心啊。sorry， 讲完咗。咁咧就插婆讲啦。咁七月一号嚟唔嚟咧？国家领导人咧，哇有啲晦气啦。我唯一嘅讲法就系而家咧，即系冇嘢讲。会嘅，我知嘅，我当然欢迎啦。咁样，其实佢心里面一定唔欢迎。哎，你死啦，你死啦，咁家产嚟，你啊照我唔住咁样。但系咧就话，我而家冇嘢讲俾你哋听，咁即系冇，暂时系冇任何迹象啊等等。系我估咧，而家系二百人啦，我就算系到一百几十咧，有可能有啊。咁已唔系佢冇遇到你咧，我谂唔会咁耐嘅。即系咧，佢计划起码都要，同埋佢嚟做乜啫？佢都冇心机啦，食不知其味啦。习近平有冇得连任，自己都唔知嘛。呢两只嘢都冇得连任啊嘛。头先讲完啦，拜登搞咁大坛嘢，讲咁刺激嘅说话，我哋捍卫台湾，我哋一定会都系话俾你听。你打咗几年主炮话打够台湾，打乜打物？习近平你冇卵用，羞辱佢，等佢咧，而家推嗰啲人喺里边要推佢落嚟嗰啲咧，加把劲。系咪？个作用就咁啊嘛。咁你而家佢的确系好大问题，系因为近来所有官媒啦，官媒好紧要，因为直情系中央系佢啲马直接睇住噶嘛。咁你都俾个势上到嚟，即系话可能一般人转态噶啦会。点解咧？一般人系等紧呢个信息出噶嘛。你落台，咁个个就转态，咁一个势一成，咁开会就点啦嘛。咁佢都系有问，个个系。看上面，上面是哪些人呢？咁当然表面就是 你控制住个政治局，但是后面仲有个老人党，有个老人波，其他的 deep state， 是不是？即是那些隐蔽，即是利益集团啊。咁那些集团已经串到一个共识啦，换。咁那些当然很保密的啦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渐渐随着倒数呢，显露到出来。咁而习近平有没有反击能力呢？当然我哋要睇啦，唔先我哋睇啦，唔能够假设佢就咁就输咗嘅，甚至乎佢而家搞紧自己引蛇出洞会唔会啊？等你班友表态，我到时就一连任就扫大你哋啊咁，
咁呢啲唔關我哋事啦，香港人，香港人個態度好清楚啊，係五大訴求啫嘛，你都係你習近平定李克強嘅，到時李克強唔好懶好高興咁啊，我嚟啦，我嚟啦，冇事冇事咁，我哋一樣係民主，民主，香港要自己管自己，係你要承諾呢、這個啊改善民生，爭取民主，唔會改變，即係連呢啲少少嘅，我講咗十鳩幾年噶啦嘛。矛盾深层次矛盾，你唔好嚟啦，系咪先？啊，习近平嚟屌鸠你，李克强嚟都系屌鸠你嘅啫，冇改变。好，今日讲完。啊，补翻两句都好，唔好意思。其实系有啲咩嘅？因为何柏良我见佢讲过几句嘢咧，市民有心理准备会有变种病毒走入社区，咁就话本港有足够预防重症能力，可以放宽入境检疫措施。嗱，连何柏良都改口啦，你见啦，冚唪唥改晒口，孔凡又改咗口啦，系早两日出嚟屌添，高本恩、陈德光出嚟屌添啦，何柏良改咗口啦，诶，孔凡又改咗口啦，琴日，系而家何柏良都改。咁啊，第四針冇迫切性，系有變種病毒先推，系咁咧。健康嘅市民冇打第四針嘅迫切性啊，迫切性都用埋啲政治字眼。若市民接種伏必泰預防重症嘅成效喺打針啊半年仍然甚高，咁都有一踩啊！佢講噶，呢個係星島嘅 cap 圖嚟啊，預防嘅伏必泰啫，科興。喂，大佬，起碼一大橛係科興啊，多添啊，分分鐘科興多過伏必泰啊，咁即係要啦，咁佢咪自己矛盾，係咪？伏必泰就 OK 嘅，科興咧就唔 OK 噶嘛。但你話如果伏必泰好高嘅，咁即係個個都打伏必泰，唔係啊嘛，到我打科興多咁。所以咧，而家咧即係話俾你聽，又冇必要啦，放遠曬啦。啲專家咧都睇到風向啦，係咪先？有聽我視頻啊嘛，係查婆歐啦呢隊人。陈肇始等呢、這个防疫领导班子，a matter of days 系咪先？咁咧，你睇到呢啲，咁啊又更加安心啦。但系麻烦在咧，中央会唔会兜巴升啊？贼婆咧，咁啊已经升到佢晕咗咁滞啦。咁佢可以用一啲放宽措施啊、舒缓啊咁嘅。我觉得比较急就系咧，沙溢雄我都唔系自己啦，而家你唔好再搞第三期。沙溢雄唔好搞，啊！你繼續啊，啲通行證啊，但係你話兩針嗰啲，因為我哋見太多人係打完兩針，唔肯咗打第三針已經，咁已經一半人啦。咁嗰一半人等多個月啫嘛，佢一定會等。如果我係佢，係嗰三針、兩針同三針之間，而家你仲打，而家你仲話，琴日啦，林宇龍係嘛？林宇龍都話咗啦，有話有下。有副作用的，终于有专家官方专家话有用，他将他有用的定义归纳为对啲又老又多病啊又残又老嗰啲，嗰啲有作用有益处噶，好过坏处。边啲咧？小生嗰类啦，屌又老又废嗰啲人，反正随时都会死，打一针咧都会死。不过咧，反正佢哋要面对咧，就始终系着数大啲，系嘛？咁解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刘宇龙其实讲咗，佢话后生仔打冇乜作用啊，完全系跟咗林德光啊，陈德光同高本恩嗰个讲法，啊，恐怕系唔系刘宇龙喎，即系嗰个咩疫苗可有效委员会主席喎，所以咧，系大家应该保持战意系咪先？唔好保持乐观，基本上等多阵。到時啊，你想打啊，藥廠都唔整啦。你西方已經唔要啦，唔要嗰啲藥廠就停工啦嘛。你特登你我打啊，俾埋啲貨尾你咯，抌你啲仔送俾北韓嗰啲啦，啱唔啱啊？等人哋有啲用啦，我哋都未過期啊，早啲送俾人啦，啱唔啱啊？唉，益下人啦。好，睇下有冇人需要。七冇得連任嚇，中谷針靠害咪咯，唉！七日如果集嚟，我唔出街，佢嚟唔嚟我都唔出噶，除非啊
取消咗嗰個打針令啊！我出街做乜啫？唔食得嘢嘅，行下都好嘅，唔係啊，冇氣氛，係打完成日扯，其實好難頂噶。咩事啊？哇！你講打針咁啊，你唔好咁講嘅噃，好多人想打嘅咯，變咗啊，唔係啊，呢啲啊有啲咁事未聽過嚇，乜靚針都唔打，你撚得唔你撚得佢變唔變種啊？啱啊，係。病咗啊！我玩咗几年，俾你病我系咪先啊？啱啦吓！哇，都三千几人听紧噶，原来今日冇咩讲，以为讲国际政治。咁啊咁，我都曾变咗呢个防即系反针专家系嘛？几个月啫，几个月啫。但系咧就迟啲咪又永远有新闻嘅，所以唔使紧张。我唔会紧张，嗰啲咪留翻俾嗰啲离咗地嗰啲。讲多啲咯，系嘛？嗱，我讲翻国际政治，我唔错啊，系咪先？一样讲到啊，而且有深度啊，我睇好多噶，其实每日都睇好多，同埋我又识国际法咧，系咪先？好多嘢个 vision 系唔同嘅，同嗰啲屌鸠噏嘅鸠噏下啊，睇下新闻咁就扮国际法国际专家，系咪？咁啊唔同嘅，咁我唔失礼人，我咪够胆讲啦。好多时唔讲就留翻。我都学嘢啫，睇啲专家讲咁啊，边啲系专家咧？都系讲普通话嘅多噶啦，英文同普通话多，讲广东话嘅冇边个，除非明居正讲广东话啦，咁啊，佢就系广东话嘅国际政治专家。OK， 好啦，今日收工啦，多谢大家吓。